全球华人接耳下载，实时掌握，无远弗届。世界在走，帆报要有。您可以更省钱，也更方便，赶快免费下载帆报 App， 传统报纸数位阅读。中国时报、旺报、工商时报，不花一毛钱，一机在手，三份报纸一手掌握，这里带您抢先体验。下载之后，开启帆报 App， 如果要看的是中国时报，点下去，想看哪一版，左右滑就能找到。想看哪篇文章，直接点击版面，就会出现完整报道。左右滑就能看到上一则或下一则新闻。如果想查询之前的旧报纸或报道，来点击右上方的这个月历图案，选择日期，立马出现当天的旧报纸。还有很多人喜欢简报，翻报 App 贴心提供这个便捷功能。在新闻右上角有个小剪刀图示，点下去可以把整篇文章连同原始排版都储存在手机，非常方便。另外，想调整字体大小，想分享某篇新闻给 LINE 或微信或脸书的好朋友，都能一键搞定。翻报 App 免费读报的第一神器，特别推荐给您。